还有一个七十岁的老头他要急着卖房子，因为他的儿子快去世了。这套房子是他给儿子买的，如果他的儿子去世以后，他的儿媳妇很可能会和他争这套房子，所以他为了避免麻烦，就在他儿子还没去世的时候，就要把这套房子卖出去。于是他就联系到了我，我呢带上房地局的人上门给他签协议。当时那个儿子。 不，他的儿子情况很不妙，那病的站都站不起来了。我们很快的就帮他办完了改名字手续。过了一两个月，他又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：“小李，我说你儿子怎么样了？”他说：“逐渐的又恢复了健康了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又好了。”我要说的是，这个老头的儿子快去世了，老头第一个要防的是儿媳妇。